欢迎小霞再次回归。哦，好，出一个你擅长的啊，第一次。人体细胞内的染色体数量是多少？26对46条，这不常识吗？啊，我的答案好像不是这样的啊，算你对了，我也不知道。下一个，请问 DNA 的中文名叫什么？这个我知道 ，DNA 嘛，脱氧核糖核酸。这你就知道，可以啊。给你来一个简单的，请问 RNA 的中文名？不知道。RNA 简单吗？简单。我只知道 RMB。你去吧，什么 RMB？ 啥玩意儿？核糖核酸。哎，对了，下一个比较简单，唯一拥有四个膝盖的大。唯一拥有四个膝盖的动物是大我大什么，我的答案都说出来了。 大象。哎，对了，我还第一次知道小霞有点紧张，不好意思。你心动了？而且心动了。所有生物都含有的物质是什么？所有生物都含有水。物质。物质。我回去补点课。细胞。说啥？脂肪。这初中生物都没学过。碳。你说的也没错，蛋白质还有不知道，初中还有一个核酸。哎，对，核酸，这个生活常识。请问白菜腐烂后含有哪一种致癌物质？菌。像什么菌？菌里都有菌。什么腐烂都有菌，致癌物质。你问阿叔说的，他知道。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！腐烂了就不吃了呀。有些人还吃。像我这种穷人就吃，笑什么笑？那我回家吃一眼。那咸菜是吧？那个亚硝酸盐。哎，对，亚硝酸盐。亚硝酸蛋白丧失血氧功能。哦，行，不要跟我杀生物课、啊。这个对你来说应该是简单的。人体的骨骼有多少块？跟你节操一样，206块。哦，那我节操挺多的。下一个，简单，人体最硬的部位是？什么？人体部位除了我的牙齿，还有我的嘴比较硬。牙齿不就长在你嘴上吗？下一个，生香蕉和熟香蕉放在一起，能将生香蕉催熟，请问，熟香蕉产生了什么物质？使它催熟了？不知道。催熟。细菌转移。你什么都是细菌，哪都是细菌。烂香蕉。熟香蕉什么烂香蕉？发挥了它的社交能力。啊，对，听到我一感觉不对劲，有点像开车的感觉啊。换个苹果也可以。哎，对，牛马的年轮长在什么部位？牛马就是我们各位。我们长在头上，越来越少的头发。牛马真牛马，不是假牛马，我开玩笑的啊，真牛马。怎么判断一个牛马的年纪？脚吧，看到脚。脚。不对。脚越靠眼神。不对。毛发，是毛发，怎么数多少根呢？凝视他的双眼。真的假的？你还会读心术？他的鼻子。这鼻子，怪乱七八糟。那种我看过买驴的那种视频，他们都扒开牙看看，就是牙。哎，对，扒开牙看看牙齿。牙齿，嗯。请问人体含水量百分比最高的器官？百分比啊？汪汪的大眼睛。哎呦，对，眼球。请问人体最大的器官？皮肤呀。很对。请问？玉米受潮后产生的致癌物质是什么？生活处处有坑呐、啊，一定要注意啊，常识啊，要记住了啊。今天过后要记住了。它有细菌了，所以不能吃。大家不要吃就好了。你能不能不跟细菌干了？我不吃玉米。其他的也是啊，受潮也会产生。高温杀菌一下就好了。生物不好，不知道。黄曲霉素。哎、哦，对，对的，叫黄曲霉素。它主要损失肝脏功能。好，你对了。